在这个世界的新生之日，我即将死去。1999年的最后一天本该是我的生日，但一如既往，他把一切都给毁了。哇，吃饭了！晾在这里不吃干嘛？面都要胀了。赶快吃啊！他跟我说爸辞职了，然后他说：“你爸刚把他工作给丢了，你自己去买吧。两个街区外的那个170号。”说起来，居然我的生日得给自己买蛋糕。早知道就戴安娜把长寿面给吃然后从那里出来之后，到了一个好似像家的地方。从第一个世界出来后，这些人又成功出去。但你为什么选了我？你不知道你有多特殊吗？
1999年最后一天过18岁生日，不居然特殊吗？你的姐姐忙着照顾父亲的忘记了，但我看到了的目的，你的内核，你的命运。反正只要继续走下去，很快就不需要思考这些东西了。